OK，各位，我的观众提供了诺索斯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也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就是它是大奖，但是好像要通关这个一样是有难度吧？这个来自王者杯的考验后篇哦，诺索斯可以通关，真的太厉害了！啊，这个观众其实是之前会提供给我青龟队的那一位老杰啊，那因为这一次有神功又有魔功。妈的，青龟真的是喊了两声干，都没办法啊！所以这边的话就用诺索斯，然后带了青龟这样子，算是让青龟血池一下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诺索斯的队伍技其实，好了，还是稍微讲一下好了啦，反正他会烈心就对了。那有一个无视中毒、无视燃烧、无视，不是无视燃烧，那个无视粘附啊，对，反正这一关不太会遇到的东西，他有无视掉就对了。我这边不能手削到木，不过还是手削到了，没办法，它藏到木太多。它原本转的那个版面其实很漂亮。哦，这边漂亮叠了一个木珠。好，没有带走啊。对，其实你看诺索斯的攻击力好像。也不能说有落差啊，我觉得已经有接近现在的水平了，只是刚好要打这关可能比较难一点点。好，这边第二关过，青龟跳了。这边是手削六康啊，铁扇开下去，然后开诺索斯去排珠哈。诺索斯的技能跟那个魔镜皇后一样啊，反正一回合给你排珠啊，然后不会发动消除这样子。然后还有2.6倍，好，这边烈星之后天降来到石康，OK，这边就带走，五鼠强化盾的部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要怎么解，该不会是要清龟变身之后，然后每个都给他转强化吧？这边要自己造哦，自己造强化珠。这么辛苦，真的哎，强化珠自己造哎，哇，太辛苦了吧！好，这边开了青龟的一技，啊，变身，变身也吹下去了，啊，然后再开变身之后一技，啊，他其实就跟我刚讲一样啊，青龟变一变，然后把没有强化珠的点一点，所以这边输出主要是要靠青龟吗？应该也还是铁扇吧。哇，这边版面转得很漂亮，OK 的。好，一个手削八康，哦，黑白珠还可以这样削。好，这边带走，哦，打11亿出去啊！其实有铁扇还是 OK 的嘛，这个伤害。好，下一关是抓手手的，对，有些人不喜欢别人抓他的手手，那我们就不要去抓他的手手，避开手手。哇，这个版面，如果按住没有粘在一起，就是手削9了。OP OP。啊，这样是打多少出去？这样就没有了。手削在那边。啊，这边应该是刚好那个，就是碰到那个手削。然后那个不是刚好碰到啦，就是刚好卡到这个手手，转珠路径会被影响到。其实我自己转的时候也会啊。好，这边烈星之后天降来到八康。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好可怜的感觉，他不是一趴大奖吗？莫名其妙。好，这边木珠全部转到了。哦，还天降了一串下来，应该有10下追打好，追打满。好，OK，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下一关是要叠水珠的。这边是只要叠到5个印记就可以了。这边是去把水珠都处理掉。场上水珠不多，木珠蛮多的，OK 的。
好，这边木珠全部消到，水珠也一个漂亮叠到。哇，这木珠天降 OK 的、啊。好，这边就打了20亿出去啊！哇，来手消泉水的部分开了红海尔要去追打火。好，我觉得这边应该只是很单纯的把招式梭哈一下，因为下一关要重置掉了。这关要手消泉水。好，这边过，哦，打很大力呢，13亿，好，这边技能重置掉了啊，对啊，有无视燃烧嘛，无视燃烧这一关就比较没有那么害怕，只是暗珠不能消。好，这边要把龙克吹下去，哦，其实有天降那一串木珠，伤害会不会够？是5颗的哎，这样会够吗？也不知道，好，没关系，反正这边把龙克吹下去了。这边留木珠下来，然后打到22000多分。好 ，OK， Go， 打了8亿多。来，下一关是那个图集，然后会缝缓的木耳，还会帮你附加消除，所以这边也没铁扇啦。这边是要洗技能，哇，这一关洗真的假的？嚯，我觉得可以哦，只要没有暗珠，暗珠没有太多，基本上都 OK 嘛。哦，好，不过现在暗珠开始有点多起来了，要用叠的吗？要撞？没有，没有撞哦。好，来这边的话，哎、欸，可以叠了，可以叠了。好，不过这边其实要看他要不要撞，应该是不会想撞啊。好，风化真的越来越多，我看了好害怕。来这边决定开那个牛魔王。我这边有跌到吗？哦，有 ，OK， 我消到了，消到了，风化全消啊！有、欸、没有右下角还有一颗啊？好，然后这边铁扇也跳了，赶快铁扇再吹下去。好，暗珠全部跌到，漂亮。好，来接着第八关。啊，这边也是，这边拖时间的，来，这个是水流复印，好，然后不能手消到水，然后打你之后会锁你记一回合，这边就是尽量让水珠少一点。好，这一回合是不能发动攻击，它除了锁技还有锁攻哦，啊，不过长水珠有点多，这个水流复印很麻烦。好，这边有叠到水，哇！暗珠最后还切过去做一个叠，这个天降木，哇塞，这个天降木也太给力了吧！刚刚已经龟补的，现在又一串两串这样下来，4.18亿，来这边五鼠同康盾，好，五鼠同康，然后只有魔攻。欸，不过只有魔攻倒是还好，铁扇 OK 的嘛。对啊，交给铁扇就对了。11亿打出去，接着第九关，两只守卫，还会能力继承的守卫。好，这边是打算做一个洗技能。哦，这个叠木也很漂亮哎。好，这边就带走啦。来，接着第10关还原版面啊，然后那个
它是强化盾，你要消耗强化才有办法造成伤害，不然它会反弹。好，这边就是把那个牛魔王的一技开下去了。哦，这个木珠又叠了一次啊！哎，这个木珠的天降真的是还蛮夸张的。哦，这边过来，接着十一关。哎，对，这边有那个木的防御，还要大于等于七康啊！这边应该是要直接那个了吧？直接开二消，还有要追打火出去吗？这叠珠漂亮哦，追打个火吧，会不会比较好？哦，没有要追打是不是？好，我，哦，又多掉了一串木下来，两串。我觉得他是不是有发现不妙的地方了？因为这一关其实是木没有办法造成伤害的。哦，这边这个好，没得叠了，没得叠了。还好有这个天降稍微救到，四康就串起来了。好，所以这边是要再等牛魔王再跳一次吗？应该也只能等了吧。好，他只要其实他只要维持在五康就不会死掉，因为他不会连击嘛。不是不会连击啊，连击他也不会死啊，所以倒还好。啊，对，这边要等那个牛魔王再跳一次。哦，有六康，有七康啊，可是也打不穿啊，因为每一只都是木属的伤害。就是在等牛魔王再跳起来一次，再搭配红海尔这样过去咯。哦，好，六康，只要转到五就不会死啊，挡两下都还 OK。好，这边牛魔王又跳起来一次啊，应该要做第二次爆发了，这次要先开红海尔啊。好，然后开了一样开二技齁，来这边再开诺索斯的那个排珠。很敢斜转呢！哇，这个木珠天降真的很夸张哎！好，有，这边追打火就过去了哈。来，接着十二关，十二关这边是上下电击，然后一开始会扣你50%，接着扣100%。我真的觉得这木天降真的有夸张到。所以是用铁扇先做一个版面的救援，然后让他打一下，接着我们在二血再不是二血啊，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再去做伤害的输出这样子。哇，这个木珠又天降了，厉害！这一堆木珠掉面前的，好了，然后下面是暗墙拼图，不过这边轻轨如果转水。对，如果他没有转暗的话，没有，反正就是要转克属强化拼图就对了。看你转什么属，你就要去转那个对应的。好，这边有拼进去，可是要怎么去？哦，对，他果然是转光，先转光再转暗，对，一定要这样子，不然会串起来，它会变成暗属，然后你拼那个暗进去就没意义了。OK， 这边带走17亿啊！来，接着13关，浮石骗你，然后要手消全部的水。好，这边又开了一个红海尔。哇，这个叠珠！可惜那个
最后 有一小块没有跌到，不过也很精彩啦。这边铁扇是不是可以再吹下去？还是等一下还有复消啊？对，好像还有、哦、那个夏娃是不是？啊，这边开诺索斯。诺索斯其实也是蛮尴尬的啦，就是把强化会被人还原，可是他又会给你 2.6 倍。好，还是差一嗲嗲，这一下再没有过就要串起来了，不过应该可以啦，他已经更新了。好，右下角那边一个碟。好 ，OK。好，下面是新拼图，然后火珠是不能消，这边就开牛魔王的遗迹啊，火处理掉，然后也有一大堆新可以拼。哦，叠珠，哇塞，漂亮！好，这边天降来到11、12康。好，这边有过。来，然后下一关是那个引爆星，来增加自己的防御。不过因为诺索斯对武器的关系啊，这边就不会有星了。好，那也有一个无视燃烧，直接转。哇，这个木珠真的好会降啊！天啊！好，这边也是一波带走。来，接着15关数字盾哦，数字盾这边应该是，哎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在露营。好，去旁边，去旁边。好，来这边24哈、哦，就转8康，然后一组3颗这样子。好。21的话就是7康，然后一组3颗这样子。好，有这样有这样有这样有，好，对，这样就对了。其实诺索斯也可以打到25%，我看有一些队伍连25%都打不到，反正他有破亿显示加击就打到25%了。21颗。其实我很喜欢遇到3的倍数，因为我消一组3颗，我就只要去算消几组就好。你如果给我那种什么2223那种，那个就会很火大。哎，对，他都是遇到3的倍数，哎，真好。好，有这样有这样有。哇，这个木珠真的掉免钱的啊！好，这边直接过。来，然后接着就是王冠啦。神功哦，哎、欸，那这边只有红孩儿了吧？对啊，只有红孩儿啊。好，反正这边先把版面做一个肃清，先不要让他有问号珠。好，红孩儿打了180,000出去，我有看到，很棒。好，来这边是开了那个牛魔王的遗迹哈。来，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？牛魔王二技也开了，这边哦追打火也开是不是？哦，青龟变身二技也开了，哎、欸、我以为追打火会在下一关用哎、欸，啊也不用啊，下一关诺索斯会把强化变回原本的啊。好，这边技能也是差不多一个梭哈的状态了。对，他现在应该是在看那个隐藏的珠子啊，怕隐藏的珠子就是如果没有一波带走就比较麻烦。那如果要解开隐藏的珠子，其实龙克也是一个办法啦。对，只是我不知道他这个龙克会不会在这时候用掉。好，看来他有看清楚哦。其实这边还要注意，不能手消按，有些人打到这边太爽了哦，神功终于想出办法解决了。然后就太爽，去手消到岸了。对，我就是一个案例。
哇、哦，他真的跌到了，他绊到了，龙克也吹下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伤害是如何哦。好，今天龙克打了13000，只有神可以造成伤害哦，所以只有红孩儿在输出。好 ，OK， 这边过，打了6.8亿，哎，他血量好像6.4亿嘛，很紧绷哎。好，来下面这边的话要怎么出招呢？有清规，有诺索斯，先开诺索斯。这边是反强化盾，好，要怎么出招呢？清规点点火，好，这边就直接这样削下去。哦，天降的木，哇，两串，哎、欸，真好哎、欸。哦 ，OK， 以上诺索斯通关这个又臭又长的木面积来自王者杯的考验后篇，感谢老杰的提供哦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